的部分，这边是确定有要派委员吗？现在门禁会有吗？我都要忘记问了，你的户籍在哪里？在高雄。在高雄。反正九月二号才登记截止嘛，到九月二号以前都可以想一下。之前有说过说，现在担心如果没有母鸡的话，小鸡恐怕会全军覆没。那未来接下来现在这段时间已经起跑，那收视要怎么办？嗯，再想想看呢。一个是，当然有市长候选人是比较容易拉台的，不然就变成要从台北跳到新北过来支援了。怎么看说这林智坚的论文们会认为说陈时中要表态吗？会不会觉得这对台大来说是丑闻？第一点呢、啊，这种重大社会事件，你知道、哦、要选举人都一个都逃不掉嘛，所以本来陈时中就必须对论文跟棒球场的问题要表态，要说明他的态度跟意见嘛。我倒觉得这样的哦，任何一个候选人在这种重大事件都没有办法回避的，是这样。觉得陈时中现在策略就是在边缘黄珊珊跟蒋万安吗？因为他都在打你的样子。这个他们两个月前就知道的、啊，民进党治国不怎么样，选举还是一流的。这本来就我都觉得很熟悉啊，这种打法很熟悉啊。我看那个文宣呢、啊，说都跟2014的那个赛鲁蛮像的。那陈时中，他今天早上有回应，他说他边缘他们两个是因为他们两个拿不出政策。能不能请他一先问他他内湖的交通如何改善，他的政策是什么？我也很想听一听，你知道？我跟你讲，我前面都讲过吧，从今天起要开始逼他讲政见了。陈时中说他八年盖得出来捷运，那黄珊珊就觉得说，那他不如去开营造厂算了。那八年怎样？盖得出捷运？盖得出什么样的捷运？他就说他可以完成一条捷运，因为他说你盖不出来。我跟你讲哦。这个就是哦，没有真正执政过，你讲的话盖捷运哦，那个都有，那个事先都有那个叫我们叫哦，不然叫 timetable 或是甘特图，那个都有图的。他先讲讲看，他认为他哪一条他可以按照甘特图，他可以盖完的，拿出来讲。我跟你讲哦，不要信口开河，最讨厌这种人了嘛。那新北这边，如果是从台北来外移到新北，会不会让新北市民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受到重视？对啊，这表示我们很重视新北啊，才特别要到，要不然，我们希望把一个改变台湾政治文化的这种社会运动，你知道，从台北出发，慢慢扩散到所有其他县市去啊。那陈时中他的泡面文被酸作秀，那苏一峰、陈时中的泡面文啊被说是作秀，那苏一峰也贴出你七年前在同一天跟陈时中一样有在超商吃泡面，那你会觉得你比较亲？不是啊，人家是真的吃，你知道啊，他那个是。他的很自然吃跟那个特别设计去拍的不一样嘛，这个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看连那一张泡面跟那个都很像，所以说表示我们以前的老战友现在都在他那里了。好，不过这样的哦，不过这样，我跟你讲哦，就算宣传手法一样，是吧？那个内容物不一样还是差很多，你不能相同的广告商哦，那加十倍的广告预算，问题那产品不一样啊，做出来广告效果还是不一样啊。朱立伦只有肯定李登辉推动台湾民主化，但是马英九要他多办正事，那你怎么看？多办什么？叫他多办正事。马英九的正事是什么？没有，像这个就是这样的、啊。我觉得像我们这种理性务实科学嘛，如果你要讲什么，那你就比方说马英九要朱立伦多办正事，那就跟他讲说一二三四哪几条应该他认为是正事，要叫他办嘛。李登辉还是对台湾的民主化、本土化还是有贡献的哈。当然，一个人不可能考100分嘛，一定有。但是整体来讲哦，对他对台湾的民主发展还是功大于过了，这个还是这样讲。陈时中让万华人心痛，他早上说不要再打嘴炮了。你觉得？没有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我讲一句，那个哦，不能是这样的哦。他说他道歉，他不选举他会道歉吗？已经一年多了，从来不出来讲，要看什么心什么心疼，他让万华人都心痛啊！哇，这个什么，我说好了，下一题了。
我想我们有这么多的参选人，那我是选战的召集人，我一定可以来请跑。不要忘记了，我家住在永和。啊，来实觅这个未来新闻。是的啊，一起来寻觅。你有推荐人选吗？对，还是说会跟侯友宜这边来加强？没啦，我跟你讲，其实这很尴尬，是吧？我跟侯友宜跟林佳龙都算交情不错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今天到此为止啊，谢谢。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、代谢不平衡、皮肤状况变差。旺旺推出的梦梦水就是要解决大家烦恼的好帮手，白桃风味酸甜好喝，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 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。